坏了。算了，拜拜，不让我回来是吗？哎，老黄，坏了，推不开啊！哎，从院子进来吧。什么？从院子进来吧。我谢谢你了啊。走后门吧。这怎么这家门都打不开了？哎，住得开心吗？在这儿？开心。哎呀。哎呦！这地上咋了？怎么感觉这房子被炸过了？进屋吧，走。又开始铺床了。铺床了，这床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小了一点？太短了。还好，差不多，躺个枕头还好，凑合，露个脚在外边。你再搞吧。啥？你就过来看看啊？啊，晚安。过来帮我撑一下呀、啊！我以为你这人真好，结果走了。它口在哪儿？在下边吗？在下边。怎么着？